好，同学们好，我们今天来学习弗里德曼的呃货币数量理论，关于货币需求的一个描述。 那么，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呢？是如何研究货币需求的呢？呃，首先，他是呢将货币当作是与其他滥用消费品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也认可凯恩斯的观点，货币是一种资产，只是说他的资产的概念呢，不仅包括货币，还包括债券，对吧？所以，同时呢，他引入了人力财富和非非人力财富的概念，对吧？以及呢，他引入了恒久收入的概念，所以这是弗里德曼的这个呃货币数量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些。 呃，亮点我们来一一来介绍一下。首先，这个弗里德曼呢，他是从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入手来研究人们的货币需求的。首先，他说影响货币需求呢，主要包括以下因素：第一是总财富，就人们持有的总财富，他认为呢是影响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个总财富呢，它也很有意思，他又把它分成什么呢？分成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人力财富是什么呢？人力财富。 是我们这个所持有的，就是你的，比方说你赚钱的这个能力，对吧？所以通常我们认为你的人力财富表现为你个人潜在的赚钱能力的折现值，对吧？就是说，一般通俗的讲，你你要了解为什么？了解为，比方说我们大学生的文凭的价值，比方说可能一个本科生，人家认为可能一个月三千块钱。 研究生一个月可能五千块钱，那么博士生可能一个月八千块钱，这就是人力财富，对吧？然后非人力财富呢是什么呢？非人力财富就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就是包括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这是我们的非人力财富。所以从这个变量里面，我们看出来呢，非人力财富和人力财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非人力财富是可以变现的、可量化的，而人力财富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它不好量化。 对吧？我们刚才说了一个本科三千，研究生五千，博士生八千，那谁告诉你的呢？人家单位就想聘你一个本科两千，你怎么办啊？对吧？所以因此它其实是不好量化。第二呢，非人力财富它的流动性低，尤其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你是赚不到钱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法变现啊，你没法把你的这个潜个人潜在的赚钱能力变为现实的赚钱能力，对吧？因为找不到工作，你失业了，你待业在家呀，对吧？所以因此。 非人力财富和人力财富的这么一个特点，决定了他们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当一个人的这个财富总额里面大量都是人力财富，大家说你需要货币多还少啊？你的货币需求一定会多，因为人力财富它不好变现嘛，所以你要持有大量的货币嘛，那防你找不到工作就可以吃饭啊，对吧？所以因此，人力财富与货币需求呢，它是成正比的。 反过来讲呢，非人的财富呢，与货币需求就成反比了，对吧？因为你可以，你没有钱来满足你的货币需求，你可以把它把你的金融上或者实物上变现嘛，对吧？所以正因为这样呢，这个弗里德曼呢，在他的货币需求的表达式里面呢，他用了一个什么呢？用了一个非人的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他没有用这个财富本身，也就是说没有用这个人力财富本身，对吧？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财富里面，他引用的是什么财富呢？是恒久收入，就是因为财富它最终体现为收入嘛，对吧？所以在总量里面，他提用的是恒久收入，而没有像凯恩斯用的是单期的实际收入。什么叫恒久收入呢？恒久收入是指过去、现在乃至将来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的平均收入水平。呃，弗里德曼很聪明，他为什么用的个恒久收入，而不用一个单期的实际收入呢？ 是因为弗里德曼其他想得出一个结论，我觉得对吧？什么结论呢？他想得出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这个结论。所以说呢，他就提出来一个恒久收入。因为恒久收，入它然是平均收入嘛，平均收入一定是相对稳定的嘛。大家想想，对吧？比方说我们老师，我经常讲我们老师的工资是呈波动型的，老师的工资的跟股票的波动性一样，价格波动幅度非常之大比方。寒暑假你的工资很低，对吧？然后上班以后的工资会高。 对吧？甚至现在大学的一个新的评价体制下，如果你这个月很运气，对吧？你又拿了很多的国家课题，然后又发了很多 A 的文章，一下一下子你的科研奖你就上去了，所以你可能这么高的。然后或者另外一个你运气不好，你可能就下去了，对吧？所以我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它是每个月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加在一起除以十二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每年变化不会特别大，对吧？所以恒久收入是相对稳定的，这是它影响货币需求的第一类因素，叫财富。 这是弗里德曼的第一个分析。那么，弗里德曼因研究影响货币需求的第二个因素叫什么呢？叫各种资产的收益率，也叫持币的机会成本。他说，因为你持有货币，所以你会失去其他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对吧？所以他说，其他资产的预期收益率是人们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因此呢，就意味着其他资产的预期收益率越高，我们对货币需求越低，反之呢就越高，对吧？所以具体它的其他资产包括什么呢？包括债券。 对吧？你会持有债券，对吧？你持有债券而没有持有货币，所以说会牺牲债券高于货币的收益率之差，就是你持有货币的第一个机会成本，对吧？还有呢，你持你这个没有持有股票，对吧？你会失去一个什么呢？股票的收益高于我们货币的收益之差，这是你持有货币的第二个机会成本。第三个机会成本是什么呢？是实物资产的预期收益。 那么这一个呢，实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它本来应该用我们实物资产的平均利润率，对吧，来替代我们持有货币的第三类机会成本。但是我们很难去找一个实业投资的一个平均利润率，所以我们这边用了一个预期物价的单位变动率，因为这样它会也会影响我们实业投资的利润嘛。所以这样我们会得出影响货币需求的第二类因素。所以大家看我们这个表达式里面，对吧，就是 RBRERM，然后 P 分之一的。 这个乘以 dP 比上 dT，对吧？这就是我们物价的微分，对吧？对时间的一个单位变动率，对吧？然后呢，YP 呢是我们的恒久收入，W 呢是我们的非人力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然后还有第三的因素叫缪，对吧？影响货币需求的第三的因素叫缪，就凡是没有放在我们第一类、第二类的，都可以属于我们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那么根据这个表达式，我们会发现呢。 弗里德曼他研究的是实际货币需求，所以 M D 除以 P，因为弗里德曼非常强调货币的什么实际余额，对吧？好了，我们看他会得出怎样的一个结论呢？他说，第一，货币需求对利率是不是敏感的？也就是说，在这个表达式，大家看到利率指标，但是他会得出一个我的 M D 对我的这个利率是没有多大的敏感性，怎么得出来的呢？对吧？ 所以它其实我们可以把你的这个，呃，把它的这个货币需求的表达式写成这么一个表达式。大家看这个表达式，这个是持币的机会成本的表达式，就是 RB 减去 RM 是我们的第一个机会成本，RE 减去 RM 是第二个机会成本。那意味着随着我们这个银行的市场竞争的加剧，对吧？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呢，我们会发现呢，影响货币需求的。 对吧？是货币和其他资产之间的相对预期报酬率的高低，而利率的变动呢，往往是和货币的预期报酬率同方向变动的。什么意思？就意味着我的银行的竞争使利率变化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是很小，因为任何由于利率上升，利率上升表 R M 上升，导致的其他预期资产收益率上升，对吧？比方 R B 增加了，都会导致 R M 跟着上升，因为只要你的 R B 上升了。 对吧？比方我的债券投资收益率增加了，你的债券投资收益率增加，就意味着什么？人们就是不愿意持有货币，因为持有货币的投资收益率减少，就会发生什么？脱媒 <coughs>，就会发生脱媒，对吧？人们就会把这个资金呢从银行里取出来去买债券，那这样银行的客户会流失。假如这个国家是充分竞争的，那么这个银行一定会提高利率，对吧？这样使这个原来流失的客户又回来。所以，因此我们会发现这个 Rb。 减去 RM 一一定是一个正常的差，也就是说，假设他们资金差是百分之二，也就是说，持币的机会成本相对于债券来讲，它能承受是百分之二的机会成本。那么，假设现在机会成本上涨百分之三以后，那一定会市场银行一定会提高利率上升到一个百分点，对吧？这样让它的这个资差还是维持在百分之二，所以也就意味着 RB 和 RM 是同升同降的。那又在这个括号里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基本上是可以变为一个常数的，所以因此我们会得出利率。 对货币需求其实是没有多大影响，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呢？那么通过这个实证研究呢，他认为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是很大，而利率弹性是很小，对吧？因为我们前面说的利率没有影响嘛，对吧？对吧？就利率大没有影响，所以说呢，货币需求既然主要是由恒久收入来决定的，因此货币需求是相对稳定的。这是它的第二个结论，就是货币需求函数是相对稳定的。 因为它主要受恒久收入来影响，而恒久收入又是相对稳定的，这是它第二个结论。第三个结论呢，他还进一步分析了货币流通速度，他认为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呃可预测的一个函数。它不是一个固定值，对吧？它不像这个呃传统的货币数量，它认为是一个固定值，它是现代货币数量的，它认为是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值。根据什么的预测呢？根据我们的它的货币需求的这个。 函数变为变 v，对吧？它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我们的这个是就是收入，对吧？然后除以我们的货币需求，而收入是相对稳定的，对吧？所以而货币需求函数也是稳定的，所以它是可以预测的一个值，对吧？所以这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呃，根据这个结论，我们来总结一下，对吧？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和弗里德曼货币需求有什么不同，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分析呢。 我们就会发现，对吧？前面我们学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因为这是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和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需求理论是两大最重要的货币学理论，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首先，他们资产选择范围不同。凯恩斯的资产呢，基本上就是债券和货币，对吧？资产范围。而弗里德曼的资产范围要宽泛得多。他认为呢，他的资产有债券，对吧？有股票，还有其他实物资产，当然还有货币，对吧？ 第二个呢，大他们对货币的预期收益率看法不同。凯恩斯认为呢，货币的预期报酬率为零，对吧？但是弗里德曼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货币的预期收益率并不是一个常数，对吧？不是为零或者为某一个值，而是随债券和贷款利率的变化而同方向变化的一个值。这是他的第二个不同。第三个呢他们收入的内涵也不同。 对吧？我们刚才说了，凯恩斯说的收的是实际的单期收入，而弗里德曼说的收入呢是恒久收入，是平均收入，对吧？所以第四个，他们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不同。凯恩斯既然认为利率是影响货币需求的，所以这个货币需求函数是不稳定的；而弗里德曼认为呢是恒久收入影响货币需求的，对吧？所以显然大家会得出什么呢？货币需求函数是相对稳定的。那么弗里德曼之所以想得出这个结论，或者说他发现了这个结论。 其实是为他的货币政策主张来提供理论依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既然你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那你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不是要去稳定的来去供给货币呢？对吧？所以因此，弗里德曼就提出来什么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主张，也就说，你中央银行要按照一个固定的公式来去供给货币，来为宏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宽松的货币环境就 OK 了。所以因此，弗里德曼认为。 物价稳定，货币政策很重要。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好像他的观点和凯恩斯是有所相反的，对吧？所以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总结了一下呢，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这个货币需求的这个结论。那么到此呢，我们把货币需求理论也结束了。好，谢谢大家。